Hello， 我有大教室白同学。白同学，今天又来那个泡面开箱时间了。白同学，今天最近身体就歹，要来吃这个，我来补一下。来，开始。哦，白同学现在吃一些奇奇怪怪的泡面，台酒出来哦，然后哦，台酒的米蛋要炖排骨。哦，来电在那么内附调理酒哦，而且调理参考啊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营养指标哦，营养标是，我得看一下那呢，哦那呢1854，惊呢，这泡面那呢还这管啊，但是我嘛唔知啦，然后无啥啉汤啦，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这个样子，好、哦、哎。啊，内底讲，嚯、哦，又内底有蓝什么物件，什么嘌呤，什么什么烧的好，哦，这样子我们不管，哦，来，啊，差不多嘛要过期啊，有无？打开，然后那个泡面开箱的节奏都要抓得很快，好，过来，然后开开，啊，这一般你啊泡面咧泡哦，这是拢一般是拢无装料开较济啦。我打开它的内容物就这样子，开开啊，小瓶的酒味吼，调理包一个，然后调理酒，这尾也是敢那是人讲用好酒是等你后边来看，我等下仔细来看一下，哦，调理粉，然后里面的面，然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这个先打开，哦，调理包个单落，就剩白龙穴泡面开箱，啊，泡面嘛卖定食啦。虽然是讲什么无防腐剂啊什么啥的，我刚刚也化学物件哦，不晓得里面加些东西，不知道。有那个中药的香味。好，这个酒研究一下。来，伫遮遮看，伊这泡这酒的无？伊这吼，伊讲食用方法就是啥？撕开之后，调理包拢甲倒落啦，啊，冲500cc 来到遮啦。我过来迄个啥三分钟开火时，才甲酒包倒落，搅拌哦。安尼，我之前咧泡这吼，就是这种做落唔对，这酒气会不见。但是，这老公咧开车吼，我是觉得这个要注意。而、啊、我是目前没有要开车，好加水。目前还没泡水，浓浓的那个中药味。好来，哦，水加加落，哦，95度，我才加到95呢，哦，慢慢的加。啊，嘛是加到迄个水线遐啦。好，到了，哦，到那边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好，再来，哦，砍嘞，哦，也是一样，这样子。好，三分钟，哦，这个一次就是三分钟之后再加啦。来，经过三分钟，哦，打开，我是个单超杯个5分钟啦，哦，啊，这个酒我们把它放进去。这个开车可能之前不要吃啊，我是安尼感觉，哦，较保险啦，较袂食一碗泡面搞完了。好，我们把它这样搅拌。所以我之前在泡这台酒系列哦，同学跟我说那酒要另外放，那种我没注意到。哇，这样非常的赞哦。好，我先来品哦。哇，这真的有一种那个什么中药的味呢。好，开始吃。想象一下吃泡面是在补身体，那种想法是不是很冲突的，有没有？来，先喝汤好了。啊，我是没在喝酒的，我品看看。那真的有种炖排骨的味呢，真变态呢。哦，夭壽嘞！真正咱袂输喝煲汤呢，这不知道是到底化什么，真正哦。哦。现在把酒安尼盲测吼，你的动作这真正是控出来，迄种中药的汤。哦，来食一下面的，惊着你看怎么科学？哦，夭壽，这碗非常之好食，真的很像去外面再买那个药炖排骨一样。哦，佮闻到迄浓浓的枸杞的香味，咽也袂惊。在这边，我真系惊诶。但是这个我就要大概泡5分钟，三分钟上少。
哦，迄阵配着我目睭，小可酒的感觉。迄目睭啊位置足奇怪，足够要喷着物件。哦，真好吃。我们那个汤跟面一起吃看看。哦，台酒吼，我拄啊开箱台酒的泡面较真哦，拄啊一碗加上食上好食。啊，其他是后壁食做美头后壁再豆豆起来，这个第一口吃就觉得很好吃。汤跟面一起吃真的绝配，一碗会不会再回锅？会，一碗成功。好，白龙雪泡面开箱结束，唯一支持白龙雪记得订阅按赞，拜拜。哦，好吃。